为鼓舞关系呢，我们等一下呢点歌多来一首。哦哦，明天是最后一天了，石头。现在全场安静下来，我们闭起眼睛，我们听到身旁人呼吸的声音，我们听到我们自己的心跳声。不痛，不痛，我好想把我的心脏给挖出来给你们。现在吗？我们可以帮忙，来，阿信，我架着他。啊！这个是我的心脏。现在，现在，把你们的心脏化成声音，全部掏。怪兽，我现在很担心你那个层次怎么坐上去。各位香港的朋友们，为什么刚刚尬掐的时候那么小声？出你最大的声音好不好？